是因为它吸你的那个细菌出来的，有臭味就是因为有细菌的。你右手可以推，右手可以推。OK， 你抱住我，不要怕跌倒。在社会的暗角，有许多低收入家庭因为种种的原因无法接受完整的治疗而耽误病情，甚至是死亡。又有什么方法来让这些病患可以安心的治病呢？